没有，我就说一大堆了。你看你走到这边，就一大堆了。就是西屯路就好，你还找福科路？没有啦，我是想说在哪个附近，原来是转过来家啦。如果大路不走，就要走小条的。我就帮你脑袋想。西屯路在哪里？西屯路你就直走就好啦，你新来的哦。要倒就一次全部都抬，笑死！我昨天早上讲啊，你不是看到西屯路了吗？它、往上走跟往下走都是一大堆东西啊。连锁的啊，那个不是说每一家店都好吃的。不是那个帅哥不用想了吧，那整块都是整块都是全垮，一点支撑性都没有。你跟他预约签一签，你可以预期，然后预期到那种人家要逼你搬走的那种，全部倒掉活该啊！老实说，我就跟你讲，你签约。你跟人家签约，你就是签多久就算多久，然后人那边那个签约到期，还在那边死赖着不走了。下去，唱哎，唱先生。接下来就一大堆吃的了。你赶快看哦。是你赶快看，掌舵的人在你手上，你都 OK， 每次都这样讲。